来了你们？来了大哥。哎呀，吃饭了没有啊？吃了。真的假的吃了？真的。你来这么早怎么可能吃饭？我让那个白子给你们做手抓饼呢，里面。你想你了？想我了是吧？对呀、啊。我还挺想你们的，你是来了。整好了哈。哎呀，这是挺快呀，你这整的。看看今天做的手抓饼，给你放点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调料哈。哎，我觉得太多了。嘿嘿，没事没事，撒一撒。你这，白撒，就是我的是吧？对对，我的是两个，耶，俩鸡蛋，你是真行啊！你这还有区分了，行行行，谢谢谢谢，就可以端过去吧。那个端过去，咱们那个这早餐，还有个草莓圈，之前买的我没咋吃。谢谢。橘子是吧？哎呀，不客气，就你就这么夹着吃，就是这么一卷就可以了啊。哎，选，可以。你刚才用不着筷子吧？手抓饼，手抓饼，你没有不手抓的话就没有灵魂了。大哥，嗯，什么时候走？嗯，过两天吧。If you go, tell me that you are going. 嗯。Don't go by yourself, please. OK, OK, OK. 不偷偷摸摸走，吃饭吧，吃饭。If you do that, K, my heart will be OK.真的可以了是吧？对，没事了，不哭了哈，真的。对，行行行，可以。吃完饭之后咱们帮我整点东西，好吧？什么东西？你等一会儿整一整冰箱里面东西啥的。好啊。他这所有东西啊，你们都拿家去啊，拿去咱就吃了啊。好，早饭。嗯。送你回家。等我回家。对呀、啊。好好好，收拾完了没有？把这个都提出来吧，就。嗯、啊。这里面的果汁圈你也收拾了。对，都拿完，包括这边的，这都拿走。西红柿也不剩，加了啥不剩了啊？哎，都装了吧。过来，过来，你看。弄好了是吧？对、啊。你从早上弄到现在了，你有点费劲是吧？你打开我看看来。哎、哦、呀，很干净了，干净干净。行，可以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谢谢秋菊，不客气，辛苦了你们，谢谢辛苦了，东北啊。不客气。这边也好了是吧？对。咋还有东西啊？这都拿走，这都拿走，我这不喝不吃了。这个也好了啊，啊，这也干净了，可以了。我这东西都收拾完了哈。对呀、啊。那我送你们回家吧，走，穿上鞋。不用了，大哥。啊。没去洗手 ，outside bus。你别坐巴士车，我一脚油门踩到了。你那个，我拿车钥匙，鞋穿好了，我咱们东西装一下。好。啊。对，放进去，给它放进去，放好，别倒了哈。大哥。啊。明天回不回家？回什么家呀？我们家，我们家，那明天我去吧。明天那个我给孩子做顿火锅行吗？好。嘿，咱们家里这么多东西，做顿火锅吧。好，好，走，回家。回家，秋芬，回家。回家了。回家。那忙一忙活一天了，我走了。对面就是巴黎铁塔，非常哇塞哈。风景太好了。